嗨，各位小伙伴，大家好，我是耗子，感谢大家观看本期视频。今天这期视频给大家带来一条奥特曼最新快讯。今年除了泰迦奥特曼剧场版让人关注之外，还有一部奥特曼作品让人期待，这个就是新的奥特曼战士格塔奥特曼了。远古官方这几天给出了新的奥特曼的造型图，还有他的人间体，不过这都不是重点，重点是这个变身器成为了亮点。你对这个奥特曼有什么看法呢？欢迎大家留言到评论区。好的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，下期视频你还想看到哪个奥特曼战士，欢迎大家留言到评论区，我们下个视频不见不散，拜拜。